肉鼻头和蒜头鼻的姐妹们，鼻影太容易踩雷了吧 ？EM2V 三爱心，还我蒜头鼻姐妹们一个精致的小翘鼻。蒜头鼻误区一 ：U 型鼻影加圆形高光，这样只会让蒜头鼻显得更圆更肉，看起来就是肉乎乎的鼓成一团的感觉。蒜头鼻误区二：六角形影加一个三角形高光，这样画翘的感觉浓出来，但是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精致小巧。肉鼻头单眉，圆鼻头最好上手的鼻影画法 ：EM 双 V 做阴影。高光部分大家去观察张柏芝的鼻尖，会发现它不是一个三角形，这两块软骨形成的是一个爱心的形状，高光画一个爱心的形状来模仿更加真实的合鼻。肉鼻头鼻影画法就是这么简单。 EM 用深色稍微的颜色稍浅，低笔下的 V 的尖儿由尖往外延伸，这边还是肉肉的蒜头鼻，这边的鼻翼啊鼻型都精致了很多，鱼粉带到山根到眉根顶面的地方就好，中间是有空的哈。 EW 双 V 拿出高光画一个小爱心，提一提山根呢、啊